选择，对的错，我只能承认。好，那个文静。你做了选，这个选择的选字。你做了选，这里不要出来。你做了选，好像就是每一个字呢，好似我哋呢度有五层楼咁样吓，佢哋嘅呢个五层楼就系代表我哋要唱嘅呢五个字，佢哋嘅关系系垂直嘅关系，好似一二三四五。你做了选择 ，OK， 系垂直嘅关系。好，再嚟一次呢度。好 ，very good。我哋再嚟睇一睇我哋呢个波斯密码啦喎。呢个解码咧就系话，你只能承认哈。好似呢度，我只能承认呢个圈字就系话发力位啦。而家机械运动就系要求你咧，将呢一个运动向外推，唔好理佢系点样先啊。推咗出去先，你只能，我只能承认。而且呢一个承认，承字接住去个认字嘅时候咧，中间呢一个承字嘅后半部分拉稳佢。我只能承认，而唔系缩，突然间推出去咁就唔得啦。好推，是要在 hold 住的状态底下过渡到推，而不是放松的状态底下过渡到推，两样东西不同，是吧？好，再来一次这句。选择对的错，我只能承认，心是痛的，怀疑你舍得，我悲伤的那么深，你却放弃哭了，何必再强忍？我没有选择，我不再完整，原来最后的吻如此冰冷，你只能默认我眼看着你走了。如果现在你不需要去想太复杂，哎呀，我哪里还有一点瑕疵，瑕疵是一定会有的，但我们先捉那个大的线条，就是说整个那个框架，还有在这个高音发力点上面那个架构，整个那个 structure 呢出了来呢，然后它其他的那些细节的东西慢慢我们再去，就是说在这个大前提底下呢慢慢再加分上去。好像这个位置哈，眼看着，吸气很快啦，你走那个走字的后半部分，你走，这里要拉紧，你走了，这个走字的后半部分不够紧的时候呢，这个位置就会 shaking， 这个了就会出现刚才我们的那个咔嚓那个转换的那个声音，你走了，这个才会平稳，就是你要让它平稳的时候呢，必须要在走字的后半部分气息要拉稳拉紧，拉紧佢，再来一次呢个哈。如此冰冷，你只能默认，我要被割舍，眼看着你走了。系啦 ，very good。咁咪唔会跳咯，亦都唔会爆咯，系咩？就是这个
横隔膜肌肉的那個控制。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控制呢？其实我们是控制着個喉头。当我们tie up它的时候，它就这样绑住，它就走不到上去了。但如果我们条绳一松，它就你就走到上去了。那你的勒发力的时候再向下呢，就会咔嚓这样咯。所以绑紧它，好靓，聪明，再来。如果我还爱你，如果我愿相信，你就是唯一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如果你依然放弃，那这就是爱情，我难以抗拒。如果这就是爱情，本来就这个爱字是发力点，是吧？如果这就是爱情，那个发力点就好像是这个第三个音，第三个音。如果这就是是的后半部分，要点啊 ？hold 住，系啦 ，hold 住佢，同埋咧紧啲啊！再来一次。如果这就是爱情 ，OK， 好，再来一次呢度。你就是唯一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如果你依然放弃，那这就是爱情，我难以抗拒。如果这就是爱情，本来就不好些些，但是没够平稳。如果这就是是，还要再紧一点点。如果这就是爱情 ，OK。那个爱字要贴在这个气息的平面上往外滑出去，而不能跳出去。这个不同呢是，如果这就是爱情，这个是跳出去的。如果这就是爱情，用这个腰的肌肉往外刷，好似你溜冰咁样，啪贴住那个平面推推出去。好，再来一次这个。就是唯一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如果你依然放弃，那这就是爱情，我难以抗拒。如果这就是爱情，本来就不公平，你不需要讲理。